一高兴啊，诗兴大发，写了一首诗，皇上看了，大加赞赏啊，说我以后要是还有好诗，还得给皇上看。哎呦，这可了不得啊，所相，得皇上垂青，您快点说说，让学生也涤荡一下心扉呀、啊。哎，听着听着啊，这个大炮开启，轰他娘！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平定无贼兮，回家乡。嘿，就这一句，我跟您说，这比刘邦的气势还足。哎哎哎，还有第三句，第三句啊，第三句，八旗儿郎兮，都有赏。那陆营赏不赏？你懂不懂诗啊？